外边下着朦胧小雨，天上红彤彤的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今天湿潮就要来了，所以兄弟们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下边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怪了啊，但是数量不是很多，我们待在这个庇护所还是挺安全的。我们下去看一下啊，湿潮应该就是今天，下一波湿潮将在零天内到达，那说明啊，今天晚上确实是湿潮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，兄弟们？这湿潮为什么还没来？现在已经天黑了，睡觉看一下能不能睡，应该是不能睡觉。果然不能睡觉啊，兄弟们，那难道说湿潮已经来了吗？但这个怪的数量我觉得又不像湿潮，下边只有十几个也不算多啊，但是多了很多奔跑者还有这个会吐烟雾的怪物，咱们下去再看一下。哎，我们这个庇护所我觉得湿潮就算是来了，应该我们也可以挺得住。防御的技能点又能加一个啊，咱们再加一个护甲，下次呢咱们就可以加5%的护甲总成，特别的好。哎，有怪上来了，但是他进不来啊，有铁栅栏还有铁丝网，他是完全进不来的。之后我们哎中了这个毒之后呢，咱们打人就打不到了，现在打人是打不到的啊，兄弟们，所以说这个毒液一定要小心。之后呢，南瓜考虑我们把这个庇护所加高一些，然后呢把头顶也放上这个铁活板门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四面环铁的一个庇护所，谁都进不来啊。但是怎么回事呀，这湿潮还不来，这有问题吧，睡觉也睡不了。那今天晚上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危险啊，所以说咱们就等到天亮吧，看一下什么情况。好的，兄弟们，天已经完全亮了啊！我不确定这个湿潮昨天晚上来没来，但应该是没来。我们现在要出门，需要把这个东西解决一下，先上下子弹。这个东西是会喷毒物的，它特别的烦啊！用枪把它干掉。哎，它还会走位是吧 ？OK， 还有一个奔跑者，这个东西也比较烦啊，干掉。OK， 那现在的话咱们出门啊。南瓜想着啊，我们现在需要搞一下我们的装备，我们需要做一个附魔台，然后呢给装备附一下魔，附了魔之后我们的防御力还有攻击力还会有大大的提升，所以说咱们现在要外出寻找书架，我们自己做书架的话是比较麻烦的，先把怪来清理一下。我记得很多建筑里边都有特别多的书架啊。好，全部解决，咱们走。哇，这僵尸还挺多啊，根本无法近身。好，咱们去找书架啊，每一层楼里边基本上都有书架。哎，你看我们只要跑步跑得够多啊，咱们就可以获得技能点，然后呢就会增加我们的移速。哎，月之花，等会儿先把它干掉，来一刀解决，看一下书架在哪儿，有没有书架，来点书架呗大哥，这里边有吗？哎，这里边就有。好，咱们去挖书架。你敢偷袭我，把他们干掉，两个小将而已，快把刷工龙拆掉。哎，获得了一个成就百次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不管了啊，书架够了，咱们就先回家，回家把这个书架做出来，我们现在有很多书。哇，这边怎么有老虎呀，兄弟们？老虎，干他！哎，这老虎也一般般啊。哇，这老虎不是变异了吧？这么强，一个鸡腿直接把它打飞了。我们来合成一下书架啊，书架的合成。哎，等等，村民，快！这个整合包里边村民是特别重要的啊，赶紧去拿一下。宝贝儿，和我回家吧。OK， 现在有两个村民，咱们就可以让它繁殖了。繁殖了更多的村民之后呢，咱们就可以赋予他们更多职业，比如说咱们可以买这个剑修补，也可以买很多武器装备啊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两个村民已就位。百次奖杯这个东西呢，就是应该刚才我们获得那个成就哦，它是一个翻箱子的成就，意味着我们翻了100次箱子啊。那这个东西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。书架的合成配方和之前还是一样啊，咱们一共做20个，然后呢，咱们来做一下附魔台。附魔台的话需要用到黑曜石啊，那咱们来做一个铁桶，这边有水，我们来打个桶水，然后呢咱们去找一下岩浆啊。岩浆的话应该这个世界里边是有很多的，咱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城市里边没有吗？不应该呀，我之前遇到过好几次。哎，这边有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，这边有，城市里边也有，那咱们过去直接挖一些黑曜石来吧，倒桶水。 OK， 现在呢咱们就可以挖黑曜石了。不过我们现在是铁镐，一般来说是挖不了黑曜石的，但是大家别忘了我有一个挖掘爪，这个东西呢可以提高我们的挖掘等级，所以说铁镐挖黑曜石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的，只不过挖得有点慢啊。哇，我们站在这个黑曜石上边，我们的温度在提高，看到没有，已经130了，赶紧挖，希望不要有僵尸来打扰我。好，挖掉了。黑曜石呢？完了，兄弟们，挖不掉，没有钻石镐还是挖不掉黑曜石，那就得了吧，天快黑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哎，今天晚上应该，哎，会不会今天晚上有湿潮呢？应该不会吧，兄弟们，咱们先回家啊，以防万一。哇，好多怪，天又红了，把这个月之花解决一下。哎，左下角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是今天晚上是湿潮？很有可能啊，兄弟们，咱们赶紧回家，我们家也不是很远啊。哎，不管了，直接跳吧，走走走走走走。
家只有100多米，马上就回去了。我们翻过这个山头，咱们就可以回到家，赶紧回家，赶紧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好，回家了，小伙伴，一切安全。